绝对不言弃。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这种合作，取长补短，相互学习，互利互惠，让中国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外一些学校独特的优质教育，让国外的合作者在中国自己合办的机构里和中国合作者取长补短，领略中华，培养双方需要的各类人才，双方合作的友好事，这就是我们的方法。那请进吧。那么走出去。